近年来，寻求婚姻辅导的个案有所增加。受访辅导中心指出，不少已婚男女在婚后2到5年寻求婚姻辅导，当中有一半个案是因为出现婚外情而面临婚姻破裂。记者蔡可涵报道。受访辅导员说，现代男女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中度过，不少婚外情因此在职场上发生。因为这种，大家有这个即时的沟通，就是说哇，输了大家一起哭，赢了大家一起庆祝。人是这样，当你的沟通的密度跟时间的浓度就会带动彼此的接触。结婚头5年的话，就是有很多人是因为不懂得处理冲突，然后他们就是为了适应婚里面两个人不同的价值观。另外一个就是大概结婚16年的时候，孩子长大了，但是这16年里面呢，慢慢为了柴米油盐啊，没有真的好好的去继续的经营了婚姻。也有辅导中心指出，辅导个案这几年来呈上升趋势，部分原因是人们对参与辅导的意识提高，管道也多了。这是一件好事来的，因为它不代表说我们问题越来越多。其实我自己很认为每一对夫妻都是有他自己的问题的。其实我认为很多时候在结婚的头2年就已经开始会亮红灯了，因为两个人开始住在一起，开始有摩擦了。常常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愿意考虑婚前教育课程啊，让对方知道说原来两性相处有一些要关注到的。辅导员说，如今年轻伴侣对另一半以及对优质生活的期许越来越高，导致冲突更容易发生。这3年来，家庭婚姻问题的个案占了总个案的50%以上。